没有人有权利夺走任何人的生命，你要永远记住这一点。你认为shadow worker 是谁？就是你啊！救人不分上等，你还是会判他死刑。我不是 shadow worker， 你就是 shadow worker。 明天晚上9:08频道，密巢。 是由兼顾骨骼和关节健康 MediaCorp 行动更轻松主要赞助，收口不死重现肌肤自然美，欢庆50周年的 UIC 以及 BioExcellence 青春肌肤双女士马联合赞助。